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授予《南越宫词》，恭喜！恭喜《南越宫词》评委会评语，戏曲电影《南越宫词》作为新编历史剧，注重以史为鉴，表现时代精神，反思战争，揭示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体旨。影片用电影语言彰显越剧的审美优势，使历史题材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戏曲电影创作上有引领意义，特授予最佳戏曲片奖。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大家好，感谢组委会，感谢专家评委，感谢台前幕后的所有演职人员。我是出品方代表，来自广州广播电视台。《南越宫词》是广州市越剧电影精品工程重点项目之一。越剧历史悠久，艺术底蕴深厚，被联合国认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越剧，越剧是连接全球华人的艺术纽带。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越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获得了提名，今年《南越宫词》又获得了这个大奖，让我们备受鼓舞。在这里要感谢的人真的特别多，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广州市的市委市政府对越剧艺术的重点支持和培育和高度的重视，感谢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影股份，感谢广州越剧院，感谢我们的导演马从杰先生，感谢我们的制片人董培文女士，还感谢我们的男主角欧凯明老师。未来我们继续会用光影艺术呈现戏剧艺术的魅力，让戏曲艺术展现青春的活力。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越剧传承好、发展好、传播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最后祝每一位电影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再次祝贺最佳戏曲片获得的作品，恭喜恭喜！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优秀的戏曲电影，通过电影的方式推动我们的中华文化。今日上昼喺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系列配套活动多彩中华民族电影展演活动上咧，广东出品嘅电影《南越宫词》展映获得观众嘅点赞。徐永同报道。民族电影展映持续三日，精选11部民族电影参与展映，邀请群众共赏。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最佳戏曲片《南越宫词》喺现场展映。电影根据同名经典粤剧改编，讲述了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赵佗休战求和，最终促成汉越民族融合，成为一代南越王的故事。电影展现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睦邻发展、永续和平的主题。展映结束之后，主办方举行了主创团队的线下见面会。有观众话，将粤剧拍成电影，感觉新鲜，亦都打开了观众接触岭南文化、了解粤剧的新大门。一开始是会比较难融入的，但是就是看久了之后，还是会觉得说，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去讲述一些以前的历史新故事，还挺有趣的。我觉得这种形式本身就很吸引人。那其实这也是我第二次看越剧电影，之前有一部《白蛇传情》，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也是为我打开了越剧的这一个新的戏曲文化的大门。那我今后也希望说能够更多的看到这种戏剧电影的出现。
粤剧电影《南粤公词》由著名戏曲电影导演马崇杰执导，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海明、李嘉怡主演。广州电视记者徐永彤在厦门的报道。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播电视台、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的 4K 粤剧电影《南粤公词》喜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影片根据同名经典粤剧改编，彰显了粤剧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的魅力。刘家辉报道。黑虎震天，我能够你我。由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欧凯明、李嘉怡主演的电影《南粤公词》，讲述了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赵佗霸占求和，最终融合汉粤民族，他也成为南粤王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睦邻发展、永续和平的主题。它其实是两种传统文化的一种碰撞和结合，它既选取了我们广州这个建成史上的很重要的一个南粤王宫啊，南粤宫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节点，那么又用粤剧的形式来进行表达，我想的它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强强的一个联手哈。它对于两种文化的这个宣传，它肯定是起到了更加这个好的一个传播力哈，传播作用。那个看完这个电影，再去这个王宫和王墓去参观，会加深对这一段时期这个历史的真实性的这个了解，更加增强自己的这种叫文化认同感，也增加自己的这个我们叫文化这个自信。影片既保留了传统粤剧的韵味，又融合了 4K 制作、虚拟技术等国际领先的表现手法，令经典粤剧焕发新活力。导演说，金鸡奖对南粤公词的认可，既是对传承传统艺术的肯定，更是对文艺工作者创新精神的鼓舞。觉得在此应该确实非常感谢金鸡奖评委，也要感谢中影股份公司、中影基地，他们对我们拍摄当中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吧。另外，我觉得就是广州电视台在传承粤剧艺术上，我觉得他们还是功不可没的。广州，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演员欧凯明，我非常高兴由我主演的粤剧电影《南粤公词》可以喜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奖项。这部电影是继《刑场上的婚礼》之后又一部重磅粤剧电影闯出重围，彰显粤剧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的非凡魅力，也体现了本土文艺力量的不断壮大。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演员李嘉怡，我非常高兴由我和欧凯明老师主演的粤剧电影《南粤公词》喜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影片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国际领先的虚拟技术，既保留了传统粤剧的韵味和经典的唱段，又结合了高科技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希望之后大家能走进影院观赏这部电影。谢谢。姑娘，动手吧！美人心中醉，飘香困，萦萦的歌，快飘香困，萦萦的歌。
南越王。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叭叭叭，仇恨如斯，千千结，今日一结，才决。今日就系祭剑第一人。咁草除根，勾王爷，将他打入冷宫。边个？大王。啊！金蝶，金蝶，金蝶，人系全意于救金蝶。难道系你俾我嘅宿命吗？心情离情绪